会说话就多说两句，不会说话闭上你的鸟嘴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什么实话？你胡扯，你眼睛瞎了？你学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为什么要说我闺女嫁不出去呢？长得像你怎么嫁呀？她怎么就长得像我了？长得像你怎么嫁？她怎么就长得像我了？妈妈，爸爸和叔叔他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干什么呀？没事，别哭了啊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